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嘅马咧又系红啦，埋边啊绿色有运啦，内栏美丽精神啦，最出嗰只就劳动创造啊，第五位嘅马仲系精算齐同啦，咁啊出闸唔快啊，咁啊有呢只咧就早红衫嗰只天使啦，大约跟住个第六嘅，响佢入边追风企足，内栏橙衫系转数高啊，最出啊扎西德勒亦都望空咗走上啲，尾三紫色衫黑帽咧就系狂舞派啦，尾二飞天剑暂时殿后咧系嗰只沙王者嚟噶，咁啊过咗呢个千二米段处啦，又系红就埋边带头嘅，外边啊扎西德勒上咗去啦，劳动创造第三啦，霸住个内栏第四啦，就系呢只绿色有运啦，跟住个第五位粉红面箍精算齐同内栏第六位美丽精神，外边位置仲有天使啊，后边五只追风企足响尾五啊，尾四橙衫转数高，尾三系狂舞派啊，殿后一队沙王者过咗嗰只咧，咁啊就系飞天剑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对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咁啊扎西德勒就自己放埋出嚟添，又系红第二位啊，中间劳动创造追啦，外边天使。发力走咗上去啊！第五位嘅马内栏绿色有运啦，出边沙王者亦都走啊！咁啊，再后边嘅马先见到精算齐同啊！尾五咧就追风企足，尾四内栏美丽精神，尾三外边咧就狂舞派啊！尾二转数高，包尾嗰只等入边就飞天剑嚟噶。好啦，再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天使走中间就占先嘅。咁啊，见到外边位置沙王者上咗嚟，再见到中档位置仲有又系红啦，大外档嗰边追风企足，中间仲系呢只绿色有运亦都上紧，涉内栏嗰边系美丽精神啊！最后八零米透出系绿色有云啊，中间又系红沙王者好接近啊，外边位置仲有追风企足啊，入边就天使接近终点，绿色有云咧就轻松赢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咧，咁啊似乎呢只沙王者咧咁啊都好笃定啊，第三名嘅马咁啊又系红，同埋外边嘅追风企足咧就需要影相啊，咁啊霸到个内栏靓位，咁啊转弯西出嚟，绿色有云咁啊轻松赢出呢场赛事啊，沙王者第二，第三名咧又系红。同埋外面追风企足相当接近。绿色有运方家柏连中三元啊，莫雷拉赢埋尾场啦，跑第二名五号沙王者彭国连冷门，第三名十一号追风企足田泰安，第四名咧冇粒都粒粒地啊，四号啊呢只又系红啊薛恩啊。咁啊，嘉年观众留意翻啦，咁啊想睇翻尾场正式赛果同埋其他大彩池嘅派彩，可以上翻荧光幕上马会网页啊 www.hkjc.com。第一个巡流影片，中间都有啲碰撞啊，精算齐同啦，嗰度一撞啊，影响埋嗰啲追风企足啊、天使啊咁。前面比较快啲，又系红，绿色有运都快嘅。咁后边就劳动创造啦，精算齐同、美丽精神，变相天使咧都顶住个三碟啊。呢个位惨啊，难跑。咁头段又慢步速，咁啊跟住只扎西德勒阵间上嚟咯。咁啊追风企足系有遮挡嘅，入边转数高。在晒后边啊，嗰啲狂暴派啦、飞天剑、沙王者早段喺尾嘅，天使其实都仲谂住摄噶，因为呢个时候嗰啲扎西德勒都走咗噶啦。头先佢望咗一望，都系摄唔到嘅，一路都。咁不如试下走啦吓，因为三碟望空。咁效果麻麻地啊，不过最终。咁呢度扣翻住嘅嗰只又系红，俾嗰只扎西德勒埋嚟。咁佢又失望啲喎，扎西德勒啊。系咪始终都系放头？今晚都唔算真系特别利咧。即短途好似呢幾場有啊，中距離都係差少少，不過就撳到好慢嘅步速。沙皇只係順住即係上嚟嘅啫，即係用力嘅唔係好多。綠色有運喺佢內側，追風企足啊，陣間飛出去大外檔。因為精算齊同咧唔係好多。嗰啲狂暴派就會飛咗去嗰度嘅，好似個四五碟轉啊。冇起上嚟就會飛去嗰度噶啦，你都知噶啦呢啲。係，即係有時真係好都唔知點解會咁啊！點解飛咗去嗰個位置？哇！追風機租上嚟啊！沙皇者其實都走住三碟上嚟嘅一個彎，翻嚟都仲有呢隻真係奇怪。